想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细节啊，现在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当时记录到的这个镜头跟画面。随后呢，我们也问了一下，就是参与救援的这个消防人员，他们告诉我们氧气。然后小女孩抱小女孩的时候，小女孩还用手抓了一下救援人员的胳膊，这个细节也说明紧急的